我可以九流玉龙上国。真的？什么方法？少主，只是这剔骨阵法只存在于上古典籍之中，根本就没有神界之人愿意放弃神脉流落人间，所以这剔骨阵法可能比想象中更难熬。即使你熬了过去，也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。为了雪影，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我也要去尝试。我东伯雪鹰对天发过誓，要护他，爱他一辈子。保护天下我有责任，保护爱他，我同样也有。雪鹰的女人，是雪鹰领主的夫人。雪鹰，我回来了。雪鹰，我回来了。烟雨下闻露花，琴声起人如花，谁在远方声声牵挂。这不是在做梦吗？这不是吗？我在这儿，我回来了。残杂思念影下，半生风沙，半生雪花。我不走了，我要留在这儿，我要永远陪着你。不行，你必须得回去，不想你受伤。我找到方法了，我可以九流玉龙上国。真的？什么方法？